人要为梦想而活，这个火柴可以让你看见自己的梦。我想要去99楼，过得很爽哎！什么99楼？啊，你不知道99楼的传说？不知道，那我来告诉你。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魔术的秘密。大家都说在99楼可以把不见的宝物通通带回来。如果心里真的想要，梦就会变成真的。就是你对吧？就是你乖囡仔去99楼，啊，99楼是啥？你咧讲的迄个所在，是每一个囡仔的愿望。もう一度桜君、どんなに難しいか聞かせて。我害怕，如果有一天你不会。送你99楼的钥匙。1、2、3，我要飞走了，要记得晚上再飞呢。那我们就一起去99楼吧。